严老师去买瓜，严老师单买的话就是差了八元，谭老师差6元，在这里若两人合买差了2元，问瓜多少钱？不知道，来分析一下吧。首先我们可以用一条线段表示瓜的价钱，严老师讲是这一段是严老师身上带的钱，这一段表示谭老师身上带的钱，因为他们俩合买就差了2元，对，这一个部分就是差的2元。接下来就很简单了，严老师单买差8元，严老师只带了这么多，他差的部分是不是就是这个部分啦？是8元。谭老师就是，哎，你观察一下，对，这个8元是不是就是谭老师的这个带的钱加这个2元啦？所以谭老师身上有多少？6元。8减2等于6元。谭老师带了多少钱？算出来了。谭老师他买的话还差6元，他带了6元，还差6元，所以这个瓜多少？12元。12元6加6等于12元。